大家好啊，我是英华女学校校长关汉章 Francis， 在这里很开心告诉大家呢，我们已经在2019年的3月底搬回来罗便臣道76号，我们终于回归半山了。这个兴奋的消息呢，我都想跟大家无论是校友或者关心英华的朋友呢来到分享。见到英华的校门口有一个崭新的外貌，但是我们同样是保留着我们英华一贯朴实无华乐于服务的精神。在这里我都分享少少最近一些的心路历程。其实在2月28号我们是最后一天在深水埗来到上堂。当日我们请了石玉如校长和一些的校友来到分享在重建过程当中种种的艰辛挑战，但是我们很感恩，因为凭着神的拖带，我们其实在深水埗的6年多是过得很丰盛，我们很喜爱这个社区，所以我们其实是告别深水埗，我们是怀着不舍的心情的。去到3月4号呢，我们就得到教育局的帮助呢，我们是终于能够将校舍来到移交了。这幅相你见到我们校监胡炳杰牧师，胡牧师的左手边，即是你们看到的右手边呢， Esther 周远西女士就是 Palmer & Turner 的 consultant， 同埋我哋一班嘅忠实嘅系重建计划嘅成员咧，嚟到去见证呢个移交嘅仪式。咁我移交仪式咧喺图书馆一个好靓嘅地方，一个落地玻璃睇到维港嘅景色。但系我哋不忘记成个重建计划最终嘅拖大者系天父，所以咧阿林丽冰女士，我哋嘅法定校董会嘅议长，系以祷告嚟到带开始。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代表着我们纵使我们是几咁努力，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其实都是枉然。当然我们为到我们一班重建计划里面各个的持份者的努力去感恩的。其实很得意的，我们即係你見到呢一幅嘅橫額咧，原來係附近嘅區議員，佢都歡迎英華女學校師生重回半山嘅懷抱喎。我哋真係覺得好得意嚇。其實呢條咧就係大家記得喺潘南道左手邊就係轉上立一堂，右手邊就係轉去英華女學校。其實大家唔知道，我哋喺2009年底或者2010年初公布重建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個校舍設計係比較四方形㗎。我哋仲講笑咧，就係當陣時嘅設計有一個好似有一個少少嘅鐘樓喺中間，可能設計師知道我哋嘅校訓係串音試色，所以提醒同學咧記住啦，加快腳步啦，唔係遲到啦嚇。咁當陣時嘅設計咧，亦都係一個好嘅設計。咁呢個設計其實我哋都開心嘅，不過咧可能係現有嘅設計咧，我就更加覺得後屘我哋就請咗巴麥丹尼公司設計多了很多的線條、圓形、曲線。其實呢在這些不同的圓形曲線在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美貌的。第一，我們是英華女校，我們都不是很想硬邦邦的。第二，線條也都是代表著我們有一個活潑的精神，在教育裡面也都是一個全人的教育，一個 well-rounded 的 education。這個也都是在底層望上去，这个信心的阶梯在底下逐层逐层上去呢，就望到我们这个鸡蛋的形状。其实鸡蛋是代表生命的孕育，我们是孕育一批一批新生的学子。这个是一入门口罗便臣道入门口那个的曲线的形状，学生开学哇，一入到去就是好，左手边就是课室，一入到去再望前一点就是维港的景色，他们都很兴奋。就算你在校园里面，你望上天花，望上走廊咧，你都会见到不同的形状的阶梯。这个亦都是天台的花园啦。我哋亦都有一些植物的种植，有很多环保的设计，我哋都很感恩。课室每一个地方不用用人手嚟到开灯，因为会自动感应噶啦。当我哋离开课室咧，一段时间亦都知道冇人咧，啲灯亦都会熄啦。我哋亦都系配合最新政府的设计。唔講，大家可能唔知啊。其實我哋喺好多人都問喎，呢個即係雞蛋嘅形狀好特別喎，中間亦都有一條一條係啲咩嚟嘅咧？其實咧，話俾大家聽，呢個係一個 barcode，
一个二维码嘅设计。我哋系将英华女校嘅名咧做成咗一个 barcode，咁所以咧就摆咗喺度。其实呢度系学校嘅礼堂啦，上边有一个天台嘅球场。其实走廊嘅栏杆咧都系和应咗呢个 barcode 嘅形状，都系有粗有幼。所有呢啲栏杆，其实 barcode 亦都系科技啦。我哋甚至乎有啲校友觉得呢个形状好似太空船，虽然我哋设计嘅时候唔系用太空船嚟设计，但系我都觉得其实都系有意义嘅，因为太空都系代表向住科技嚟到设计，或者太空系代表 space。我哋重新计划个 space，另外一个意思就话代表空间。我哋系有好多嘅空间，令到我哋可以生命更新嚟到变化。呢个空间代表住三种嘅空间，第一个系 physical space。系一个真系实体嘅空间，譬如大家睇到图书馆，学生可以喺呢度好有悠游悠闲咁样嚟到去借书睇书啦，有 sofa 啦，有啲台凳啦，系走校园嘅每一个角落，大家同学游走嘅时候咧都好大嘅空间，以至呢个实体嘅空间咧，其实都带动同学有一个健壮嘅心灵嘅空间。当然，我哋喺嗰个教学校，亦都系加上一层，就系我哋属灵嘅空间，能够接触到大自然。抬头望嘅时候，我哋黄昏嘅时候望住天空，望到繁星嘅时候，就知道天父创造嘅奇妙。呢个另外一个角度咧，系影落去睇到同学喺午膳嘅时候啊，小息嘅时候啊，就可以坐喺呢个信心嘅阶梯度倾偈食饭。呢个另外一个角度系望到呢度合一堂啦，即系各方面嘅景色啦，我系为到呢个好感恩嘅。其实学校近呢3年，我哋嘅主题就系话继往开来。我哋唔单止系话面对将来，我哋都继承我哋一啲嘅传统，所以跟住一啲嘅投影片，我都会介绍一啲新旧嘅融合嘅。譬如大家见到呢个新课室嘅台凳啦，我哋希望咧系同学第一日翻嚟咧，好似拆礼物咁，自己拆开佢哋嘅台凳，好辛苦接受礼物。后边系一个每人每个同学一个独立嘅全民嘅空间，后边有啲学生嘅电脑台咧，一个好好嘅学习环境。但系咧，我知道有90%嘅校友都话啊，真系好啦，好靓嘅校园。但系其实咧，我哋仲怀念我哋以往嘅台凳。大家睇下呢一张，其实我哋系喺2个中6嘅班房，系保留咗66套呢啲嘅台椅，因为我哋嘅校友都知道呢啲嘅台椅系载住佢哋好多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有一段时间系请咗校友啦，请咗家长啦、同学啦，翻嚟真系好辛苦嘅，系将唔同号码嘅砂纸嚟到去将木台椅嚟到去打磨翻新，加上沥架，加上油漆，令到我哋都可以重用。一来系环保，一来保留住我哋呢个好嘅回忆。如果大家对于潘南道呢棵鸡蛋花树有感情嘅话咧，大家应该一定好开心啦，因为我哋保留咗呢个鸡蛋花，我哋重置咗佢喺另外一个地方。第日你翻到嚟呢个露天嘅广场咧，就可以见证呢个鸡蛋花。鸡蛋花。有啲人話代表係英華嘅校花啦，因為佢唔係一個好鮮豔鮮紅嘅顏色，但係咧佢係有一個好好嘅內涵，散發住清清嘅幽香，都係英華兒女。我哋唔係話一個係驕傲，一個係一定要出風頭，但係我哋默默嘅耕耘喺社會每一個角落裏邊發出一分嘅貢獻。仲有一個大家一定好感動㗎啦，大家記唔記得啊？呢個喺低座 D block，係1953年起嘅校舍。我哋真系保留咗呢度木门，第日将喺罗便臣道，你入嚟呢个正门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呢个木门嘅系存在噶啦。呢个咧系真系我喺现场嚟到影嘅。呢个木门咧，隔篱嘅红砖，我哋亦都系将低座嘅红砖好小心嘅保留，以至大家翻嚟嘅时候，唔单止系有新嘅地方，去到呢啲嘅位置，大家摸住呢嘅砖头，呢个木门系经验过5位嘅校长。我相信係包括 Miss Silcox 啦、Miss Jenkins 啦，兩位華人校長周茂佩娟校長、石月如校長，加埋我5任嘅校長都曾經喺度進出或者係關門，我哋都係見證住英華嘅歷史。我哋將非譯人乃譯於人啦，校徽咧，我哋將會擺喺上邊。我哋喺呢個門嘅側邊咧，我哋將會擺啲咩咧？其實最初設計師設計嘅時候咧，佢唔係將一啲舊嘅照片擺喺度，最初嘅設計咧。系将一啲奖杯柜摆喺度，我知道咧有好多有校校长咧好中意将奖杯柜摆出嚟，见证佢哋学校辉煌嘅成绩。但系奇怪地去到英华，我哋建筑小组，我就唔系太喜欢呢个概念，因为我哋觉得
英華我哋引以為傲嘅，唔係我哋學生呢個輝煌嘅成績。當然，我哋係好開心，我哋係為到佢哋嚟到高興。同學攞到冠軍，我哋係以熱烈嘅即係激切嘅讚賞。同學嘅努力嘅汗水，我哋係非常之感動。但係我哋唔係為到呢一樣嘢，係單係為到呢一樣嘢覺得我哋學校光榮，而我哋最開心嘅其實係英華嗰種服務人嘅精神。所以咧，我哋就暫時放棄呢個獎杯跪擺喺門口。當然，我哋有其他地方擺獎杯，我哋就將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呢個服務嘅精神擺喺度。咁你入到去校園望落去，見到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啦，第日喺度有啲事嘅發生。呢個係1926年幼稚園嘅屋仔，我哋保留咗佢，將會成為我哋英華嘅校史館。因為英華嘅幼稚園其實係香港幼稚園嘅發源地，我哋陸志軍同博士啦係我哋幼稚園嘅老師。我將佢翻身之後咧，我哋將來會成為英華嘅校史館，將歷史嘅見證，將以前校長可能一啲嘅手稿啊，一啲以前嘅幼稚園嘅成績表啊，去到1919年、1922年以前嘅學校嘅刊物，可能曾經收過男校嘅校服，以前嘅長衫，小學嘅長衫，我哋都好多嘅文物擺喺度。我哋希望適時亦都能夠開放俾大家嚟參觀。呢個係以往1926幼稚園嘅屋仔啦，都係有好特別嘅建築。政府或者立法會的議員，很多公眾人士知道英華保留住呢個歷史咧，亦都係好感動嘅。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係刊物，見證住話英華女學校幼稚園嘅校舍係一個可能係唯一暫時保留係即係一個喺香港嘅初期咧呢一種特色嘅建築係嘅有美感，亦都有中西合璧嗰個嘅建築嘅形狀。咁喺度咧係我亦都話俾大家聽咧，其實第一日翻學咧，同學除了話欣賞佢哋嘅校園咧，佢哋都幫手抹校舍啊，因為我哋好想同學知道佢哋呢個得到嘅新嘅校舍，唔係袖手旁觀，唔係話就咁單單坐喺度就能夠享受，而校舍都係佢哋嘅屋企，佢哋都係要愛惜。我哋都感動就係有家長、義工啦，無論爸爸媽媽或者係同學一齊嘅係將嘅圖書擺上去啦，抹翻乾淨啦。我哋有家長義工嚟到去清潔校園啦，除了我們自己請的清潔公司之外，我們其實每人都走多一步，將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學外的地方。亦都有一位老師在臨開學那天告訴我，校長你知不知道我單是今天已經走了20000步，走了74層樓。原來那位老師當天是幫手走上走下，幫手貼很多的告示。我們都感動，就是其實我們整個英華老師的團隊都是 walk extra miles， 是走多一步為到同學來到去就是建立這個美好的校舍。我很記得石校長曾經用過這個 slide， 就是說似乎看來不可能的任務，一個 impossible task， 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是你大家留不留意這個細造啊，如果靠著我們自己是真的 impossible， 但是在神的裡面是變成一個大造的 I， 在神的裡面這個 I 是代表基督，基督說 I am possible， 在基督裡面凡事都能。我們就見證住在重建計劃裏面一些不可能的困難，但是神都為我們有解決，我們是專心的仰望天父。那我們接下來其實在120周年，我們當運用這個校舍運用得好的時候，我們在2020年的3月會有感恩的崇拜，我們都有一兩天的開放日，大家可以回來入到不同的課室、不同的實驗室，我們很多學生的表演。去到2020年的7月我們會有音樂劇，年底就有校刊，亦都有一個萬眾期待啊！張燕婷導演幫我哋拍攝嘅《Transformation》，我哋希望能夠公演，係見證住呢啲同學，我哋係一路跟蹤住呢啲同學生命嗰成長。咁大家如果話：哎呀，我哋等唔切啦！2020好似好遠喎。其實喺4月13號，我哋喺樂平神道76號燒鵝真禮堂，我哋有一個祈禱會。我哋當日咧其實就唔會一個好大型嘅參觀，我真係希望真係單單以祈禱嚟到去見證。將我哋嘅感恩嚟到去歸榮耀俾天父，我哋變化更新，我哋都唔係單係向前望，我哋係回顧我哋嘅歷史，傳承咗我哋一啲核心嘅價值。我哋向前望就係向前望邁進一步，我哋都知道一切都係出自神嘅恩典。好開心將英華近況嚟到分享俾大家聽。英華女校係我哋大家嘅家，英華女校係我哋每一個人共同建設嘅地方。英华女校是靠住基督的名建立的学校，英华女校是令到我们骄傲的学校，英华女校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骄傲，是一个群体
我哋成间学校秉承住全教士牺牲嘅精神，我哋系咁继续嘅向前望。多谢大家继续为我哋祷告，继续为我哋支持，因为喺重建计划里边仍然有一啲嘅不敷嘅数目，我哋仍然系要有一个问号同政府嚟到去商讨。我哋迟啲或者再有一啲重建计划，我再公布俾大家听。但系而家最紧要嘅，我系归荣耀俾天父，我齐心感恩，多谢天父。